洗完头才发现我头发上面这一块都完全结成一大块饼了，完全梳不开了，就像大饼一样。然后可能因为这次也是第三次复发，然后所以可能我跟我老公心态都有点崩吧。所以当时我也是在自己的朋友圈跟几个朋友做一个剃头的直播，然后当时我老公给我剃完头之后，他当时就假假的假装剃了一下，我以为他开玩笑，谁知道他后来就真的剃了。这个是绝对没有提前商量的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前几天才刚刚染完头发，然后他剃头的前一天才刚刚买了发泥，然后我也是很感谢我的老公，不管是四年前还是现在，都一直不离不弃的在陪伴我，在照顾我。真的剃啊！天哪！老板给他什么口味他就卖什么口味，所以我就在想我先试着好吃的口味，然后我到时候就是一次去买回来，然后就放在可能 Google 表单让你们填单购买，或是想什么方法比较好。